想跟汪汪们好好相处吗？注意这五点，让你跟狗狗相亲相爱。犬类行为专家熊爸表示，有些狗狗曾被人用手打过，建议不要正面摸头，以免造成毛孩子紧张而咬人。突然被陌生人从背后摸自己的屁屁和尾巴，任谁都会生气，狗狗当然也不例外。狗狗睡觉时会呈现放松状态，突然被触摸会造成惊醒和紧张。另外，汪汪有护食的行为，所以当人靠近时，会不会有人要抢食物而产生攻击。跟狗主人讲话时，音量、动作太大，会让汪汪认为你要欺负主人而咬人。睡床都是狗狗的生活资源，如果有陌生人触摸，会让汪汪以为有人要来掠夺自己的心爱宝贝，进而生气而咬人。动新闻报道。